当年好多重要的领导啊，深夜加班饿了，就是这个清汤面条。后来今儿做什么呀？您？我今天做个虾仁清汤面，啊，这个又好吃又方便，家里面吃出来还很爽口。对，你看面条、虾仁、西红柿、菠菜，呵，给搭配的五颜六色，还这非常健康。哎，大白，平时胡老师平时不都做国宴的吗？对呀、啊。然后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清汤面？国宴呢，回归家庭，是吧？不是说让你们所说的国宴就全是高大上，它也有适合大家吃的东西，对，是吧？你看这个面条很普通，但是出来的味道绝对不普通。胡大师做起来啊！我们现在就开始做了，把这个菠菜呀、啊，我们是摘下这个根。这个东西跟它取一下，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边做啊，嗯，这个呢直接改成刀里就行了，对对对，就没有必要，是吧？对对对，这个因为我们是还原，咱们首先把这个虾仁给它浆一下，浆一下，哎，浆一下，把这个水分给它取掉。你看这样浆上味之后，显得它紧实了。稍微放点盐，放点胡椒粉，红酒、入酒。浆虾仁也要放黄酒。对，但是它起腥嘛，就越简单的饭做出好吃也大不容易，是吧？你比如你闻闻这个味道，你闻黄酒的味道，哇，真它香的，它是料酒，它的味道它没有这个香味，对，是吧？东西多的话可以放点蛋清，这东西少，咱们就少放点淀粉，你看没有？少玉米淀粉，行，那就嫩了。我们烧点水，把这个西红柿烫一下，把菠菜烫一下。你看这个很简单吧，在这个面条呢，如果说我们在家里边啊，买那个切面就最细的切面也挺好。其实之前给重要领导做的时候都是很细的面条，是吧？我们那不是，我们那自己擀，自己不允许外边借，那借万一要出了危险，都是自己擀，你负不了责任。这个，所以我们的凉菜呀，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，都是从厨师自己做，绝不允许外告。外告要出现问题，你只要宴请外宾的时候，你都没法找啊。出现问题就是出大事，国家的事没有小事。郭老师，我替网友提一个问题啊，之前有网友问过，就是这西红柿必须得去皮嘛？就是做面条什么的时候，你不去皮，它那个皮在里面吃不动的，啊，口感不一样，头感也不好，它得吐皮儿啊。对，而且也不漂亮啊。你看这就差不多了，这一翻就行。你看这，哦，明白了。这郭大师这也差不多了。这个菠菜都有汤，你看，那女儿你看啊，你看汤。火候到了，它自然就下了。你看看，对，你看，就是它一皱就拿。菠菜为什么要焯一下？它有哪个草酸？嗯，焯完了，这不好的东西都出去了。对，它必须做工整齐。你就一个普通的面条，它也很讲究，你知道吗？嗯，这就是国宴和家里边的区别。对，细节决定成功，我跟你说吗？那啊，菠菜焯完了啊，菠菜我们可以再切一下。虾仁是要炒一下是吗？过油，花油，花下几成是吧？哎，这几成油温？40。40。对，行。哦，就其实过一下就完了。过油就行。哎，鸡汤。家里要是没有鸡汤怎么办呀？没鸡汤做假的。为什么这个厨师就是弄汤？为什么要先尝？有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做，有的时候那个汤里面它有味了，你再加盐，它就咸了。嗯。这一点味没有，一点没有味没有，我们就可以加盐了。做这些大型宴会的时候，每道菜都要自己尝一遍，是吗？对呀、啊，而且不但尝，而且还要什么呢？比如冷菜也好，面点也好啊，所有它这出品你都要亲自去监控每一个环节，每个环节都监控在重要宴会上，否则你可不知道，所有事都非常好，就因为可能就因为汤或者因为一个面点出了事了，那这个宴会整个白做。加了一点胡椒粉、西红柿，给它放在里面。哎，你看。那为什么好多人在家做西红柿鸡蛋面的时候，比如他们会炒一下那西红柿、啊、咱们这西红柿为什么不炒一下？咱们是清汤面，清汤的、哦、你再一炒不成了油面了、哦、好，面条也差不多了。
我虾仁我都可以放在里面，直接就放进去了。对，你看啊，过去啊，人家领导吃完了，或者是对外卖的嘛，哎，也得带一下，他不能说随随便便的。你看，搭出一个东西来了，你看啊，这个再把锅菜夹在里面。行，你看五颜六色的，多漂亮。嗯。你看这牛，它能不健康吗？嗯。确实。那切错了不好看。哎呦，这碗汤好，好了。哎，味道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哎，回家做起来吧。太好吃了，太香了。好，好喝呀，好好喝啊，真的好好喝。我们好好做菜，你们好好吃饭，关注老饭骨，吃饭不含糊。